一箱又一箱的小英就职纪念酒被小山猫搬了进来，原本预估会吸引大批民众抢购珍藏，但似乎有点落差。该几杯烟啊？真的，小心啊！该几点了的？看情形吧。 一箱箱的纪念酒囤积在屋内，正是金门酒厂给县民优惠的加护配酒。先前小英纪念酒通通秒杀，想不到总统才就职两个月，买气却意外冷清，让人联想是不是蔡英文的民调下滑，连带影响销售。 根据民调显示，蔡英文的支持度从五月将近七成一路下滑，到七月只剩下50%，不支持的比例从原本不到一成上升到突破两成，这也连带影响了盘商收购纪念版加护配酒的意愿。每打成本价$3360，原本预估盘商会出$2000到$3500不等的价格收购，想不到因为热潮衰退，盘商只愿意出$400，因此一打价格大约$3760。 换算一瓶大约$300，一十三元左右，低于以往一瓶$350到$380的价格。我们相信，就是说，在刚开始，我们现在发配售的时候，也许价钱不是那么好，可是慢慢，就是我相信这个酒值得收藏。不过，金酒公司认为小英人气低落只是暂时，就职纪念酒未来应该还有近百元的涨幅空间。记者李俊龙，金门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